现在这个狗日的疯了，让他们陪葬！哎，杜师长，千万不能激动，以大局为重，大局为重。不要动！太君，情况您不是都了解了吗？还有什么不妥吗？儿子，太君息怒。 不许靠近！太君息怒。门神鹏，把棺材打开，我要检查。哎，使不得，太君，这是有讲究的。您红光满面，要是开了棺材，看见横死之人会沾晦气，您会倒霉的。打不来。 绝对收到你爹的了，门神鹏，我说话你听不见吗？太君，入土为安是我们中国人的大事，我不许再和你商量。把棺材打开，太君，这棺材里躺着我老婆，是我孩子。 哎，太君，你可醒醒好吧！孩子要是见到光，他就会成为孤魂野鬼，永世可无法脱生啊！求求你了，太君！救命啊！兄弟们，都给我站起来，站直了！郝军不是要查吗？ 我就让他查到底，都给我站起来！
我就不是童家人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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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お願いします。今どこにいる？前方5キロ離れます。すぐ支援を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今すぐ周佐を増援に来ます。全員集合。同志们，小刘，到，赶快把电话机给裴先生送过去，让他带回家，避免在日本人检查的时候他说不清楚。是，大家听好了，按照我们原定计划，咱们各司其职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黄龙炮楼。听明白没有？是，去吧。有你掩护，我放心。喂，止まれ！何者だ？宮田少佐部隊の祈祷で。浅川隊長を迎えに行きました。相手ないのか？相手が強すぎて知られてしまった。森から発してきた。早く入れさせろ。じゃないと敵が来るぞ。なんだと？逃げるつもりか？すぐ戦闘に戻れ。途中で八郎の待ち伏せにあった。挟み撃ちにされた。前方5キロ離れます。すぐ支援をお願いします。5キロ以内、銃声聞こえたはずだ。くそ、騙されてんだ。天才だ。どう？始めだ。
shoot it! 追，不能让他们把政委堵在里面，走，走。 Thank you.
其他人掩护，跟我来。走。走。这没有，金宝龙，继续送。我们去救人。好，走。八路军是来救你和老马同志的，真的是八路军吗？这么多废话呢，走吧。等等，乔丽局长，现在外面鬼子还很多，你在这里先躲一会儿，一会儿我们就把你接走，把他解开。回来之前打出去，老鬼子，别给你们拼了。
克林坦，小鲁神，哟，你跑到里面，把乔丽记者和老马同志背出来。是，其他人，撤。是。